影坛巨星汇聚香港，第十六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包括张艾嘉《灯火阑珊》，啊，林嘉欣《美国女孩》，哈皮萨尔玛《娜娜的逝水年华》，汤唯《分手的决心》，以及倍上千惠子《七五计划》。亚洲电影界年度盛事，第十六届亚洲电影大奖，3月12号晚7:09，82台 J2 直击影后诞生。